知道我这次来光唱歌不行，所以就硬着头皮就练了一些舞蹈。你有准备舞蹈？举拳拳，哇！哇！舞步。是临时准备的吗？好专业呀、啊！你要是专业的话，我们就对专业的有要求。你刚才那两下，我们不买账。好的，老师，那我再吓他一下。你看，外套都脱了，真的是。非常的棒，这个不仅歌唱得好，还是街舞小达人哈，必须得要力挺。